成为男子汉，大便不擦屁。上厕所不洗手，男子汉乱讲。大便都不擦屁股，等他干用手拨掉。成为男子汉不舒服，大家同心协力，多吃金针菇。是有是有的菇，明天大便时候会打出香菇。为什么？有一菇，火锅都在吃金针菇，明天就可以大便。每天都可以大便，还有金针菇，金针菇，我喜欢金针菇。我大便都不擦屁股，我也都不擦屁股，我大家都不喜欢擦屁股。猫啊，哎，对，I like金针菇。